完美呼应了高级品牌的红色瓶装外形，光看一眼就会被深深吸引。从天然植物中所提取出天竺葵和薰衣草香气，那柔和又自然的芳香能为忙碌疲惫的一天带来舒缓身心的功能。此外，由于其乳状质地具有高度流动性，每次只需少许用量就能轻松延展并完成全脸保养程序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此精华液针对糖化添加了西洋下雪草萃取成分，它不仅有助于防止肌肤老化，还能提供优越的滋润效果，保湿力的检测达到了最高等级的评分，是不少干燥肌群族的一大强心剂。以纯净的温泉水为基底，并藉由橄榄油、果实油、向日葵油等多种植物萃取的力量，来帮助调理紊乱纹理，使肤触饱满又弹润，长期下来还能让促进皮肤自力保水，想告别老人干荒肌不再是梦想。而来自柑橘和草本植物的清新香气，则能给人放松又疗愈的氛围，再加上无添加矿物油、paraben 防腐剂等多余成分的优势，在使用上倍感安心。另一方面，按压式容器易于取用，也不用担心会有堵塞出口或滴落的情形，相较之下价格也颇为实惠，可谓是保养新手的入门推荐之选。采用维生素 C 诱导体、植物萃取等多种对肌肤有益的成分所致，在发挥卓越滋润功能的同时，亦能将对皮肤的负担减至最低。轻抹即可推匀的乳状质地，涂抹之后会带来水润饱满肤触，而透过检测也能看到评比人员的肌肤含水量明显增加，且经过4小时后仍保有一定的高数值。至于在使用感受方面，则超出了平均水准之上，方便调整用量的按压头及淡雅的爽身粉香是获得好评的最大关键。同时有不少网友表示，持续使用后能感受到肌肤纹理变得平滑，且整体肤色也更为透亮，有干涩、暗沉等烦恼的人不妨参考看看。发售至今仍拥有高度支持率的该款精华液，具有方便落取的圆润外形，视觉辨识度相当高。其成分中添加了金松、欧洲越橘萃取精华以及超级玻尿酸，不仅有助于修护受损的肌肤，也能提升水分保持力，以维持健康稳定的肤况，并安心迎接换季等不安定时期。此外，其丝滑细致的清透质地能迅速渗透至角质层而不改黏腻，且涂抹后随即会散发出自然草本清香，每个环节都让评比人员十分满意。若是正在寻求送礼自用两相宜的商品，此款想必称得上是人气首选。此精华液扮演着前导的角色，只要在洗脸后使用，便可有助提升皮肤吸收力，让后续保养品的效果更为加成。同时它采用了独创的山茶花精粹微滴粒子来封存多种精华，使精华液能与肌肤紧密贴合，造就出宛如擦上爽身粉般的清爽肤触，令评比人员都爱不释手。即便水感凝胶质地丝毫不敢黏腻，但却在保湿力的实测中交出了可提升 50% 含水量的亮眼成绩单，坚强实力不容小。而独家山茶花香则会在渗透后留下淡淡的尾韵，即使是闷热夏天也能拥有舒适宜人的使用感受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